唔系紧张大师，主持拣一八十十一都几好啊。一号是10100啊嘛，即系呢个路程，一个第一，零个第二，一个第三，零个第四，零个落地，咁都几好啊，100%上名50%胜出，咁就八号胜不骄啊，梗系好啦，22000咁，即系100%入 Q 嘅，50% win 出，咁即系严格讲上嚟，胜不骄嗰、那个嗰、那个彩积就系、是。略咁好过一号嘅，不过一号咧就上一次跑同样个路程，即系弹出两个马位，好似好醒咁样啊！真系啊，所以而家加咗磅啫，加咗都磅嚟到呢个第二班就要孭重磅，咁但系佢呢马上次跑得真系几好嘅真系。二号遨游战士咧就上仗跑第七，咁佢就最叻入 Q 啫，但系佢跑过两次，一个第二，一个第三。咁赛绩上嚟讲都唔错嘅二号仔，咁啊赢过嘅马就只只都赢过噶啦，除咗共创缤纷就初跑此程，运利多初跑此程，咁啊巴萨诺话就最叻跑第四，遨游战士最叻跑第二，其他只只马都赢过嘅，我都唔使睇咩赛绩噶啦，上仗跑得好嘅系一号、三号、八号、九号，但九号就休息咗好耐先出嘅，咁所以严格讲咧就嚟成绩好嘅咧就一号、三号。八号即系一号、三号、八号，再数落去就系十号啦。巴萨诺啊，同埋呢个跳出世界，两只都系跑第四嘅。我拣咩啊？我即系拣翻啲成绩好噶啦。咁啊，拣一号、八号，我拣呢场大热 Q 嚟嘅，一号、八号。唯一担心就系潘顿真系要。要即系短兵相接嘅时候，佢身体挨唔挨得住啊？成日而家都好似佢运动嘅强度都系差咗好多啊！四号而家呢只根智腾云，六号共创缤纷，五十几倍啊！呢啲因为有啲一啊八啊呢啲喺度啊，好成绩噶嘛，呢从未落地噶嘛两只马。四号根之腾云咧，就经常咧，你唔注意佢跑得好好嘅。呢个马六次赛绩之中有两个第二，我拣一号、八号，我睇下 Jenny 姐拣咩先。在香港啊，冇啦，因为又冇咁刺激嘅，讲真又系，有时候真系好好猛噶嘛，好肉紧噶嘛，谂系咯，谂起佢啲边啊，要数住。佢只黑衫绿色交叉嘅就系、是一号仔大热门。紧张大师，都好似好定当咁啊！今日啊，好多肌肉嘅啫嘛，你只成个身都系肌肉嘅。四号仔，四号仔近智腾云呢只马成日都爆冷门嘅啫嘛，出亲嚟就爆冷嘅，唔系爆几十倍爆只第二啊、第三啊咁样。五号。南区宝，南区宝曾经热门过，今年赢过。南区宝就系7811144咁，即系对上三次同埋第四次就赢，连赢两次。五号上身执晒啦，我十一号呢啲好干爽，我哋睇下啲马真系。但系呢十一号仔跳出世界，上次跑第四，但系佢六次赛绩最叻就系第四。咁啊，佢赛绩咧，即系最近六次赛绩，确实系唔够一号、八号好嘅。六程之中有个两次第二嘅咧，就系、是、有共创缤纷、胜不骄、紧张大师、南区宝。六次赛绩都。未入过位置嘅咧，就系十一、十二、十，冇啦，十、十一、十二系未入过位置。咁但系十号系近嘅，第四嘅同一个路程啊，最近系咪影住呢只八号仔热门马之一胜不骄？
而家呢只黑色衫、绿色交叉就系紧张大师，都几叻嘅呢只马。上一次喺快活谷嚟讲，嗰、那个一千转弯佢真系跑得好好嘅，微微赢两个马位，好犀利。短途赢你两个马位，而家又倾偈啦。二号同十号倾偈，蔡明少同陈嘉熙倾偈，倾咩啊？二号遨游战士落班嚟跑呢只马几好啊，跑过两次，一次第二，一次第三。九号运利多就九优初出，田泰安操刀。七号仔。铁木儿上次四十三倍何泽尧跑第六，六九啊，六九七三八十一咁样，都未近未近。七号仔咧就系而家打紧圈就六九七三，上次第六，前次第九，八号嚟嘅。八号仔一次热门嚟嘅。但位置大熱嚟嘅，所以一號就 Win 大熱，八號咧就係、是、位置大熱。我買一號八號。點八 ？Q 係廿八蚊。哇！位置 Q 都係少少啦。而家八號仔變咗大熱門，一號仔係次熱門。不過呢兩隻都係呢、這個路程嘅成績好好嘅，比其他嘅馬都好嘅。叫做有多啲飞嘅就十一号跳出世界，十倍边缘，其他只只马七号就十五倍，十号就十七倍，其他都系二十倍或开外嘅，三号十九倍，二号三号都系十九倍，十倍到二十倍嘅就系二号三号，十号十一号，十二嗰啲。八十一倍啊！啲六号啊、五号、四五六嗰啲几十倍啊！好啦，笠住块布咁啊，重新牵引上去啦！呢只紧张大师廿八蚊临尾，好，总算顺利呢一只跳出世界。咩紧张大师咧？上次系咁样噶喎，即系佢有块专用嘅布噶喎，真系好啲小朋友咁中意块布咁。一搭喺个头嗰度，佢就好乖嘅喎。入闸，嗰块布咧唔大唔细嘅喎，即系唔系一般嘅布嚟嘅。全部马匹准备妥当，九场赛事二班一千米嘅短途赛，大热暂时显示系白，准备。好啦，工作人员亦都散开，往几句，随时起步啊！好，你一起步嘅时候啦，咁啊巴萨洛亚慢咗啊，前面快嘅马咧，见到中间紧张大师黑衫出边经典之星外边南区宝第四位咧白衫嗰只就胜不骄啊，第五位外边运利多啦，中间仲有遨游战士，后多陈星见到跳出世界浅紫色衫嘅，尾五位置平常心啊，后啲嘅马啦近似腾云共创缤纷啊，尾二咧就铁木儿啦，包咗落尾咧就出闸慢咗嗰只巴萨洛亚嚟噶，咁啊转紧弯嘅时候啦，前面经典之星放咗出嚟跑啦，南区宝第二位紧张大师内兰第三啊，第四位。外边啊，运利多，中间第五嘅马咧，仲有白衫啊，胜不骄啦。响内栏位置系巴萨洛亚，诶、呢个咧就系、是、跳出世界啊。后啲先见到大外档嗰边啊，有巴萨洛亚同埋遨游战士嗰啲啊，斗到嚟最后二百米到啦。经典之星放顺咗之嚟一个身位，外边胜不骄追紧，中间仲有呢只蓝区宝，埋边又紧张大师，最后五十胜不骄挞着咗追紧上嚟，埋边位置经典之星两匹马相当接近，终点嗰步胜不骄临门。胜得骄要赢咗，俾只十二号仔揞住嗰条 Q 喎，又八号、十二号，即系遨游战士同只一号整影紧相啊！而家二号、一号、二号、一号影紧相。哦，一号仔好似好似好啲。好似先啲，影先啲，二十二一，二十二一。
阿盛德叫啊，即咁张大师咧一大唔到头咧，佢斗后劲系好似弱啲嘅喎，真系。呢只黎海荣经典之星真系好嘢啊！真系以己之长攻彼之短，真系同佢斗快啊！喺前边一冲冲就出嚟先。佢一号仔都几快闸啊！但系你睇黎海荣，呜、哦，拱几步，哇！那个前速好过呢、这个，好过呢个一号啊！紧张大师好少咁样嘅，即系已经咁样已经赢唔到啦，真系。咁啊，十二号仔而家喺前边，经典之星。咁啲运未多呢啲喺呢度啊，即系跑下天会好咗呢只马。一转上直路，紧张大师喺里边想同佢斗后劲，但系呢只马斗后劲冇唔得噶呢只马，即系唔够复日嗰啲咁样咁好嘅啫。嗱呢啲上嚟啊，嗱呢只。呢只叫胜不骄啊，潘顿冲上嚟，赢半个头，赢半条颈。八号、十二号、一号。大师啊，第四名就系二号嘅傲游战士。我翻嚟位置 Q 啦，叫做啊，$16。啊，第三名啊，紧张大师啊，放唔到啊，经典之星再快过去。咁啊，即系睇下尾场赛事嘅。千几蚊 Q 喎，真系啊！两只咁好彩只计喺度，中间一摄咗十二号仔就千几蚊 Q。跑第三名系一号嘅紧张大师，位置排11.5，跑第。